港府沿用紧急情况规例条例订立的禁止蒙面规例已经正式生效，警方已经根据规例拘捕多人。止暴制乱何时休？今年年底能够看得到都很难说。口罩里加了一些兴奋剂，这是真实性，不太惊吓。但是好多说法嘛，我们也没法知道。对，进展到现在，起码要四个警察抓一个人。他们其实更大的程度呢，是把他们这种游戏体验给转化到生活当中来。特首林郑月娥表态称，政府决心制止暴力行为。香港局势接下来将怎么走？请收看本期《东边西边》。反修例风波已经是四个多月了哈，那么我们看到就是头到尾有一个共同点，很多人是选择用各种各样的物品来遮住自己的脸，蒙面这个行为哈，你们觉得蒙面主要是一些什么样的人群在做？蒙面当然首先是匿名了，这个匿名就代表你的表达的形式和表达方式，对，不准备承担责任。责任，对。那么可能从这个角度讲，我想这个匿名呢，就一定是不正当的、不正常的啊，因为我觉得民主的最初的含义应该应该是一个公平、公正啊、平等的一种交流关系。但是我觉得你如果是要提出一些反对政府的或者是反对主流社会的一些想法的话，你可能认为你自己有理，你自己是正义的，就是怕后果，所以还是蒙着面才愿意说出来。如果是说我是为了未来我认为你的这个权力过于大。Okay. 我担心某种作用反作用，对对对，自我保护。嗯，那么我想至少是你的行为应该是受约束的。我可以递交抗议信蒙面去，我也可以、okay. 这个在街上表述，但是你不应该暴力啊。所以我想推到最后，就是你的蒙面行为即便是蒙面，你也是应该合法的行为。OK， 因为这个群体的这个行为还是人家会看在放在心里，然后知道如果大家都是因为蒙着面就可以随便去打。我想你想过去有人写匿名信，我们可以去看匿名信这种形式，嗯，它是不署名，可能反映的事情是事实，嗯，但是他怕承担某些责任。对，那么我想这种表述它至少是个文明的表述，因为我们现在的问题是蒙面连同的是暴力，嗯，那这两个之间划起等号来，那么蒙面的问题就变得更复杂了而已。OK， 好好好，那李老师，学胡老师讲的真的是非常好。嗯，从七月一号那一天，我才正式关注香港所谓的这次风波。OK， 暴力冲击立法会，不单是所谓的蒙面、眼罩、头盔。甚至说四肢都被黑衣包裹起来，这个都是所谓的防暴动作。然后同时我在那一天我听了这些所谓的集会的召集人或者演讲者一系列的，甚至说包括香港很多的媒体一直在强调一点什么呢，叫做香港民众的这次行动是没有大台的。所谓大台什么意思呢，就是没有一个领袖人物，没有一个领军人物。既然你们一直在强调这是一个没有大台的运动，所又强调之前的游行号称有200万香港民众出来，这么一个具有代表性、具有广泛民意基础的一个你们自己认为是这么合理正当的一个诉求，为什么遮遮掩掩啊？为什么不能够把自己的面目公开出来呢？我在为香港人在争取所谓的权益，这是一个很正当的事情，没有必要把自己包裹起来。七月一号冲进立法会啊，会用了暴力这么一个说这个词来形容了，我觉得也很合理的啊。对，好多人就是那个时候开始关注了。我觉得包括在香港的很多的观众是可能那个时候才觉得，哇，这还是真的是大事，不是我们平时上街来发话而已，这个真的是很大的事情了。很多人提出说是很意外的，怎么会一帮和平的示威者突然就冲进这个立法会？如果就是这个行为是不属于这一帮人正常的平时的行为，那可能蒙着面也就是引发了
一种勇敢，让大家更愿意去做平时不可能去做的事情。没错，所以我觉得这个你匿名去参加这种活动了，真的会更有可能失控。对，就是我们在当年这个互联网的初期，我们会发现这种不实名的这种交流，后来就有一个特点啊，它就会带来就是说无限的人，就无数的人，因为匿名，他的语言方式就不太一样。也就是说，当我们这个社会处在一个蒙面的状态下，比如说像蒙面舞会，或者是这种蒙面模式下的这种交流，对，人的这种交流方式，我相信会有很大很大的变化。当一个人不把自己本来的属性，或者是本来的这个人的这个状态、地位啊、角色啊，这些进入到他现在的模型、这个争斗模式或者是交流模式当中，那么他可能这种心态会有很大的变化。我们可以从心理学去分析它。但是最大的问题就是说，当一个人不负对后果不负责的时候，我想他就产生了很多很多可以这个冲击啊，可以暴力啊，可以这个不负责任的行为。所以这个中间确实要建立一个关联。所以我觉得禁蒙面法也很大程度上要建立这种关联，就是要你有关联。对，让一些行为是有后果才行。 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一个深度的调查，有一个西方的一个女记者，她是跟随一群其实都是小朋友，特别特别年轻的勇武，我们就说勇武派激进的这个示威者哈，就是跟着他们一起到他们的一个窝哈，就一个可以秘密的去准备的一个地方了。然后呢，就是所有的装备带上了以后，他们自己反映说，好像是进入一种我现在是属于在游戏里面的一个状态了。是，现在我打谁，我抢什么？老师讲的这个，哎，对。你比如讲，咱们现在咱们，只说大陆啊，我相信国外这种例子或者说先例比比皆是。我们现在上网。就是你网络上注册一个什么东西，包括你的手机，都得实名制。对，为什么呢？同样的道理，就是你如果不实名制的话，你看咱们原来网络当中，我不管是微博还是什么一系列的东西，没有实名制的时候，这种网络空间会发生很大的变异，各种诈骗什么、实名制之后进化了非常多。对，文责自负。虽然是一个虚拟空间，你也要对你发布的每一条东西，对，你要负责，包括手机，同样这一条。其实你看这次运动最大的特点，就是刚才那个洪文也讲到了，其实互联网时代的特征非常明显。对，蒙面其实有些互联网特征，就有些角色性的扮演的那种特征了。对，就是说，一些被这个招募的，或者是这个被各种因素促成在前面冲锋的这些小朋友，他们其实更大的程度呢，是把他们这种游戏体验改转化到生活当中来。你可以没有道德的，也没有什么极限的，就随便去玩了，然后又回家吃饭了。对，你看这些小朋友，其实我看过很多这种揭秘这些小朋友的这种报道，但我不确定它是真假，说他们包括给他们口罩里加了一些兴奋剂，这是真实性，不太清晰。但是好多说法嘛，我们也没法知道。对，不可求证。对。但是，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代小朋友受互联网游戏的影响很重。对，好像他们是在打一场游戏，而且乐此不疲，到现在还在兴奋之中。所以我觉得，怎么能够让这些人回归理性？可能是需要把他们的面具摘下来。大家回归到你的社会角色当中去，可能会是一个更好的办法。我认为他们这一群人还有一个特点，很多都是家庭生活不咋地，然后个体的这个身份，这个对生活的这个满意度不高。但是你融入这个集体，你可以在学校里有兄弟姐妹一起来打，那你都会觉得你属于一个很重要、很有意义的。你看，刚才学虎老师讲的，这些就是年轻人的一种特性。应该是在10月9号，香港警方发布了一个截止到9号的一个最新的一个，从这次反修例风波以来，大概就6月9号到10月9号这4个月，警方一共抓了2300多人。这2300多人当中，700多人都是18岁以下的青少年，就未成年人。14岁以下的，大概是占了5%多。就是总共这2300多人当中，4%多，将近5%
也就100岁以下。你看香港警方两次开真枪啊，10月1号一起，10月4号一起，嗯，命中的，这个咱不是，咱们事后通过看视频都看到了，围攻警察的起码每一起案件当中起码都有6、7个人，嗯，这警方因为他戴着面具，头套面具，所有人你不清楚他不是穿着中学的校服来的。对，警方也不清楚我打的这个人是18岁，打的这个人是14岁，他装束跟那些所谓1米89的暴徒一样的，一样。那么就那么巧，开的这两枪，你看看，一个18岁，一个14岁，这就证明，这就类似于咱们做这种随机调查似的，我随机打一个，就是个青少年。他现在还有个数据就是。现在统计就是进蒙面以后，这个统计其实这个年轻的数据在上升，上升，对，20%变成30几了啊，对，理由是很简单，就是证明有一部分理性的这些人开始退出，开始撤了啊，反倒他们这个比例在上升。禁蒙面法颁布当天，示威者又在街头大肆破坏，禁蒙面法可以有效制止暴乱吗？有分析指出，这么强烈的反应是因为暴徒认为该法律侵犯了人权，这又该如何看待呢？请继续收看。对这个法的这个效果应该要放得更长时间来看。 OK， 因为我们不能指望这么一场运动通过一个法就很简单的去推动它，就很快落地以后迅速的就平息了，其实这可能是一个不太可能的情况啊。第二个呢，就是反弹是肯定的，因为毕竟这场运动牵扯的人数量非常大，不是一个很短的时间能解决的一些 OK 一个问题，所以呢，可能我想就是说，在这种如果观察它的作用，首先我们应该观察它是不是起作用了。我看这几天在以反这个禁蒙面的这个规则已经抓捕了人了。那就证明这个法律在起作用，但是呢，我们又不可能去大面积的，就是所有的人都把他抓起来，这个我们也不可能，对，做不到。第二个呢，这个法最大的好处就是它不像以前检控一些人要从头开始，对，它只需要你证明你就是蒙面了，对，那你就违法了，所以它的处置程序非常简单。但是我想问的就是。如果人家单独蒙面，你没有别的证据，你只能证明他蒙了面，对，法院真的会判他刑吗？你说的很对，但是现在香港的状态是到处都是，这个而且是这个当中有大量的暴力行为，其实我们只抓那些人已经都抓不过来了，他不会对街上那些个别的走在路上的蒙面人，其实已经不太可能对他们进行，所以基本上是已经走有别的坏行为或者是有别的罪，所以你必须得是在这个运动中走冲在前面的，我们可能其实是用这种方式能最大因为他这个法律好处就是不需要再去求证其他问题，对，你反正蒙面了我就可以抓你，你也可以根据这个你蒙面的情况我就可以处罚你，至少可以关一个晚上。我觉得这个起码这个效果上，它是产生了。OK。另外呢，就是说，我想这个过程可能是一个慢慢的。另外一个就是需要这个警方呢不断的在提升它的执法力度。对。然后呢，我现在观察还是一个博弈的过程中。对。但是最可怕的是说，如果警方在这个过程中发越来越多的法不责众，可能这个事情就会有另外的方式来表述了。香港警方总共才香港警队总共才3万人，对，这里边还包括内勤一系列的东西，正经上街去抓捕那些暴徒的，我们通过画面都能够看到，这除了那些黑衣服的速龙小队，就是绿军装的这个防暴警察，基本上就是以这两股力量为主。对对对对对，现在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香港警察当中很多人都在新浪微博上开始了自己的微博，为什么呢？在新浪微博上，他们自己讲的就是，我每天都能够获取很多的正能量，有大陆的同胞鼓舞我们。我关注了几个香港警察的微博，你经常就能够看出他们，就是，哎呦，这工作了15、16个小时之后，终于下班了。
本来想着明天可能还能休息，但是长官刚刚通知明天还要上班，就经常这种的表述。所以你想想，麦子，你是经历过这个香港示威前线的记者啊，前线记者，我们也在加班哈。通过我平时我看这个他们所谓暴力的，就是警察抓捕这些暴力示威者，一看都能看出来，抓捕一个暴力示威者，进展到现在进入九月份之后，起码要四个警察抓一个人。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两个人控制这个暴徒，另外两个警察警戒，防止别的暴徒来抢人，所谓的拯救，或者是攻击警察。是，你想想，香港警察多少人才，而且他还得休息，他还得轮班啊。对，就正经在街上去抓这些所谓暴徒、所谓黑衣人的人。对，警察的力量确实势单力孤，所以你现在他看到的很多人还是照戴啊。第一，他有这种法不责众的心理；第二，我就是示威给你看，你不是颁布了吗？我就这个反抗你。第三，他还有一个心理就是你抓不过来，你不会抓我们，你没这个人手，你也抓不过来。而且他们可能感觉到警方要抓的重点要抓的是那些暴力人士。我其实观察就是警方应该慢慢的开始从这种一线去制暴变成一种取证的模式了。对，所以慢慢的就是说，如果给他们更多的机会去取证，就是说我能证明你是犯罪，然后呢就 OK 了。就其实后面的这种，我相信这种方式会变，警方执法方式会变。对，要继续学习了，这个挑战也一直在变了，因为是一个新的法，之前在香港从来没实施过。那么在执法过程当中，警察他也有一个适应，所以他们在调整的方向，一个是说我观察的方向，一个是说现在呢，我不是直接去跟你冲击，对打，那么我就是取证，我证明你蒙面，证明是你，就 OK 了。第二个呢，就是说我把你扣住以后，这个过去的审理模式复杂，现在简单，然后呢，可能这个慢慢的人多了，处置的人多了，可能就会产生威慑。其实我还是看这个后面威慑效果。另外一个就是说，现在可能最大的是警方的支援不足，比如说这些警方我看他们要去清理路障啊，什么都要警方做，我们应该把香港的其他力量调动起来，就是说你这个相关的纪律部队这种都要协助一下，对，帮助这个前面的警察分解一部分任务。我有察觉到一个情况了，就是在实施的第一天的这个游行里面，有一种感觉好像他们的行为举止啊，都是比过去的更加礼貌一点，更加文明一点。我认为还是蒙着面的，但是呢，也是同时想要证明你没必要看我们这些人，我们本来就很和平的了，本来就很文明的，想证明这一点。所以是说跟蒙面不蒙面没有关系的，他们就好像其实他们这个自尊心是受到了一点攻击。我觉得这个也是有意思的。然后呢，除了这个以外，我们也不得不说四号晚上的大力的这个破坏行为哈，包括暴力行为也是有的了，这个是直接对这个法律的实施的一个反应。好多人是觉得不对，不公平，好像你是剥夺了我一定的一个人权。那你们同不同意？从人权角度讲，你当然你对我施于任何一个干预都是侵害了我的人权。对，就是、因为我戴口罩也好，蒙面也好，就是作为个人个体行为它是合法的，但是呢，在一个特定环境下它就有问题。比如说现在我们不是说考虑的普通的一个就是你个人权利的问题，对，你比如说你个人在自己家里，在自己的正常的生活状态下，你蒙个面，你说我要怎么样、我觉得这可能在一个和平环境里，至少我香港人我觉得匿名是一个基本的人权，对，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这也可以列为是一种人权形式。但是问题就在于香港这种特定的环境下，我们今天是聚焦香港的这个目前这种纷乱的状态下，我们如果不把每一个人的这个行为和他的责任挂钩起来，就是通过这种进门面蒙面这种形式把它挂钩起来，那么我们可能就会很难很难去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下禁止蒙面，我觉得是一种非常措施，它也不是说我们长久的永远不许你脸上戴个口罩戴个眼镜这样的行为，只是说我们在一个特定的环境内，我们在特定时期应该说你这样做就是
冲击法律就是违法的，啊，就是要惩处的一个行为。这个让我想起这个说法，就是人权是无限的，唯一的限制就是说侵犯别人人权的那些行为不能有了。好，香港我们都知道是一个非常自由的社会了，也是挺幸福的一个地方了，所以呢大家的这个活动空间本来就很大了，唯一不要害自己人，不要，我觉得是损害到自己的这个社会了，太差了。所以我们再休息一下，回来我们再继续哈。香港不是全球首例实施禁蒙面法，全球多个国家与地区早有禁蒙面法，那么他们的禁蒙面法与香港的有什么不同呢？香港又何时才能恢复昔日的和平呢？请继续收看。我老家澳大利亚，在一些指定的的时候也是不能蒙面的了，好多国家都有类似的这种规定了哈。所以呢我们就来对比一下哈，哪些地方我们了解，然后呢跟香港有什么不一样。据说香港这个反蒙面规律基本上和澳大利亚的是基本上是和这个加拿大的是基本一致的。那就像之前像类似于特区政府讲了很多，像包括欧洲很多所谓这些反修例人士，这个所一直标榜的民主国家，像欧洲的什么英国、德国、法国的瑞典，一系列的都有这个禁蒙面法，包括美国的很多州。所以我觉得啊，那天我听了一个唐湘龙讲这个蒙面法，他讲，他说在台湾，虽然台湾没有专门的像香港特区政府这样颁布一个专门的反蒙面规律。Okay. 但是是在他台湾的就类似于这个公安条例当中的第几条是专门有这一部分的内容，只是说早都定了，没有单独把它拎出来单独列一块。所以说你想想，恰恰是这些所谓的示威者，他们一直在标榜在追寻的这些所谓的国家跟地区当中，人家恰恰都有这些。这个我就搞不清楚，他们这些到底是要追求的是什么，反对的是什么？而且多国的声音还是说不可以去立这个法了，对，不公平，这很奇怪。我所了解有一个就是这个华盛顿地区，它可能是非常更最严格的一个地方吧。它这边就是说，任何公共的马路都不能遮脸了。对，也就是说你只要是出门了要露脸了。那他在哪儿设什么摄像头啊，他记录你的什么信息，你没办法，你想要在华盛顿这个特区里面生活，你就要接受这个。对，我记得是上个月有一个视频讲，在德国有一个声援香港示威者的一个人，带这个就有点像咱们伊斯兰国那些人戴的只从头到脖只露个眼睛的头套这种。结果柏林的两个警察没有声音啊，我看那个意思就是摘掉。他那个还不是在一个参加一个什么样的集会示威游行，不是这种，他就是在一个类似于公共场合的地方。就是这样。如果问我的话，这种法就很合理啊。合理，如果警察要求你就你摘开的话，你有什么理由不摘？我观察这些国外这种方面的蒙面的一些规则吧，就是跟香港的规则可能一个是它是一个有的是一个很长时间就是法律的一个规则，对，它不是个临时的措施。第二个呢就是说它有些呢针对性不一样，比如说欧洲有些国家对伊斯兰要求你不要穿那些你的这个民族服装啊，这有这些，就是说其实这个约定比我们现在的要更加深度高。对对，你看香港这法律有很多例外，对对对，你工作原因，你叫宗教原因，各种原因，不是，所以你可以，不单是例外，香港这个反蒙面法，它是一个短期的临时性的，所以实际不一定，并不是经过立法会一读、二读、三读之后永久性的法律，不是这样，它是在紧急条例下启动的，所以它有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临时措施，而且是有针对性的，对，所以我觉得至少是。我觉得从香港市民的角度讲，应该我们应该解读为是一个反对暴力的一个行为，对对，而且呢是让这些示威者能够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的一个行动，而不是一个长期剥夺人的个人权利这种，甚至说我通过这个立法来达到更多的目标的一些，我觉得看不出来这种。所以从整个比较下来，我觉得香港这个法倒没有什么更多的这个侵害性的。
说到政府哈，林郑月娥最近有表态，她说暴力行为都已经到了无底线，无法无天，政府还是有决心要制止。那么同时呢，这个警方也是一再强调说，他们就是有能力，也有信心可以还香港一个法治，让那个和平的香港就是继续下去哈。那么什么时候我们会看到这个特别长、特别长的这个肥皂剧的结尾呢？什么时候会恢复正常的生活？我觉得从你只能这样看，就是说，首先我们可能，我们假设严肃的评估这个事儿，就是说，第一个，香港的政府和香港的警方有没有实力来解决这个问题？这可能我们要客观，我觉得他们还有很多没有动，我们没有用上的，对，我们一定要客观评估。对，那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这种运动呢，就像在水里投一个石头，它可能要。我们靠它自然的这种降波，逐渐逐渐的平息下来，其实是有一个时间的。怎么评估这个事情到多长时间可以平息呢？就是说，假设我们让它做一个常态的、正态的一个分析，它可能现在处在一个不断的波动、波减的状态，就逐渐在减，但是也是在双方这种博弈当中减，不是说一步到位的，靠哪个法律、靠哪个措施一下就减到底。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它需要一个，就是我们还有一个评估的维度，就是说，到底香港的这个，我们说沉默大多数也好，或者是普通民众，他们承受这场运动的耐心有多大？我觉得这个耐心呢，是包括，就是中央政府，包括香港政府都要有这种耐心，是不是能等，他这种行？这个运动慢慢回归理性。我觉得不管是从中央政府还是从香港特区政府，都是希望通过这一次事件彻底一揽子解决掉香港的问题。就像刚才学虎老师讲的是，不管是我们在司法，在民生，在教育，甚至说从我的本职行业来讲的话，新闻，对，舆论这一块，一系列的问题都应该解决。借助这次事件，所以要有了这种心理的话，就不。经历无数风雨，但从未退缩，成为一颗药。